大红色紧急公告，巡野启事，知名素食业者粉丝专页斗大标题一抛出，瞬间让网友们感到惊讶。随后官方又释出最新大头贴，水蓝色背景加上容易辨识的图样，嘴里还咬了一个潜水呼吸管。原来这是业者迎接夏季推出的新品，搞怪创意要吸引民众目光。我还蛮惊喜的，我咬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很清爽，就是整个夏天这海浪袭来的感觉真的超酷。大型充气公仔肯德基夜夜出场，带着新品夏威夷海鲜 Q 虾堡抢先曝光，幽默行销手法玩出创意。新品秘制腌料制成的黄金虾排，搭配蒜末、柠檬汁、芥末酱调制而成的酱汁，加上新鲜番茄与凤梨片，酸甜口感带来清爽滋味。同时推出芒果百香果冰淇淋大福，要满足消费者味蕾。会啊，因为通常炎炎夏日大家都会觉得哦可能会没有胃口，像这种清爽类型的就很适合提振胃口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业者不断推陈出新，甚至推出最强代言人，亲自下海寻找海鲜海味，打破只卖炸鸡和被蛋挞耽误的既定印象，要用美味虾堡和水果风味冰淇淋大福吸引消费者上门尝鲜。记者陈敏伦采访报道。